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WBG 对阵 GW 的第一局上半场啊，这边。这一把的话，说实话，这套阵容你还真别说啊，我觉得求生者还蛮有说法的。你看大船病患，首先能六对吧？然后野人画家，再加上木偶师，这三个人的残局能力也不错。你真的顺利的挂飞了，我觉得也就是艾丽的一个保平真胜，而且真胜面可能也不会特别高。哎，这边压进步，蹲，发现了一勾，我上去，哎，你上不来，好。再往下跳吗？没有，这里的话卡脚了。第一轮双方这边病患是三勾全部交完，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，一个板弹加速没打到。第一刀有，两台半。如果说病患能够逼出这个闪现，这闪应该逼出来了，闪现落地有飞轮，但交不出来，好一个落地刀，两台半逼出飞轮，蛮不错的。这个前期的牵制我觉得可以，因为这个病患本来就是来卖的，拿飞轮双弹，然后大船这边你抓我，反正我把钩子全部交完，然后把你闪现逼出来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一般来说这种牵制呢，保底是个两台出头，然后这边的话两台半到三台都有可能。野人过来，对于艾莉来讲，我觉得艾莉这把四抓的可能性很小了，他除非这边震慑野人，野人这边甚至都没有打算卡半就，哇，打得这么的不给机会吗？这个不卡半就，我说实话啊，选择非常好，但是呢就是有点狗，对吧？让这边监管者贼难受。你说你卡半来救我，这边打个双倒打个震慑我都是机会面，但是你卡死救这一波，狮子的选择真的绝妙无比，追双倒也追不了。一个抽刀再追，挂飞以后，艾莉由于闪现交在他手里面，其实没有技能，他得跑出去找外面的人。外面什么呢？野人有猪，木偶师你打不了，画家对吧？你抓了以后，这个血线也卡不了过半，而且还能作画，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三人开门战。当然，三人开门战，你说艾莉有没有真胜的机会？有，大概在我觉得一半一半吧。一半的多抓面，三抓面啊，四抓看不到，然后一半的保平。这里过来抓画家，回溯。外面的话两台机，我觉得两台机都要修啊。现在是野人修一台，然后木偶师这边蹲着，木偶师硬打吗？硬打这个木偶师不是特别合适呀。这里是他应该是想要什么呢？快速击倒木偶师，然后底牌切船吧。这波传送他得交，这波传送不交的话，这三人开门战求生者很强。这波传送他得交，人挂上就得传，但是感觉上面有点来不及，因为你传过去那边野人的机子差不多就好了，这边还得往外爬一爬，再拖你一会儿时间呢。机子好了，画家过来救人的话，待会儿还能吸画。还能画画，这木偶师救下来，本身这木偶师就不太好抓。野人那边离门也不是特别远，野人点门，这个局是有平局的可能性的，而且我觉得平局的可能性真不低啊，不低于 50% 啊。吃一刀把人救下来，好，画家开始画画，你打谁嘛？打谁都不是特别舒服，千万别打画家啊，这刀千万别打画家，还行打木偶师，密码机点亮。这边的话，画家这一波顶一幅画给到你。末师底牌切金身，秒画家，秒完画家找木偶师，野人门是能点开的，这个画家得挂，挂完以后去找木偶师来留着第三个人，但不知道赶不赶得上，好像如果说顺利的话应该是堪，这波金身切得很好，这波金身我觉得切得很妙，但是距离上面来讲，好像，好像，
好像还是，哎，差了哎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边来看啊 ，GW 对阵 WBG 的第一局下半场。这把的话，我相对来讲阵容上面我会更看好那个 GW 的阵容。这套阵容的话，其实感觉，如果掏艾维来打，双方水平一致的情况下，我觉得监管者的赢面会高一点。这里一刀破盾，幻老师往前拉点，没有人能够给到支援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小五智是卡了一下脚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因为他这边这个点位其实拖不了太久，然后再闪现好之，这幻老师这边假动作骗，我要叫飞轮，我要叫飞，哎呦，幻老师，幻鹤牛啊，幻鹤啊，真可以啊！打着打着人找不到了，人呢？飞轮漂亮啊，幻老师。牛啊，你要六三台啊你啊，幻鹤啊，幻老师这把要六割据三台半，三台都超过了，回溯啊！倒了，再不倒出，这保平吧。但有一说一呢，你们不要觉得幻老师溜的好就已经高枕无忧了。幻老师是没有大心脏的。这个局确实四人开门战有，但是四人开门战能不能完成一个多跑，我觉得还真不好说。我就针对幻鹤了，哎，我就直接打一刀逼救。啊，追，好。现在的话 ，WBG 这边四人开门战应该是有了啊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的话呢，由于这四个求生者都无法使用哦，园丁可以使用道具，那要不外面队友帮忙翻个道具吧？园丁能用道具，队友帮忙翻个道具，然后待会儿保园丁去捡，那也不太行，那园丁没大心脏啊，对吧？这边的板子全部破了。我针对刀打中他们两个人来救啊，两个人来救，硬保扛刀，逃神啊，这边杂技，野人也绕过去，来看一下这波针对刀怎么说？武志只要针对刀能打中园丁，我觉得一颗火球封你技能。这把的话，密码机是脱够了，打一刀野人。反正你的园丁也走不了，对吧？你园丁也走不了，我就打了，你亮不亮？亮好了，三个人都在我脸上，我第一时间先找这个园丁。幻老师手里有飞轮，幻老师这时候还有盾，他居然还有个秒盾，再翻窗吗？秒盾，再翻窗啊！西吧，这是个四人不贴门的开门战，这一刀针对刀。我突然感觉他这刀打擦刀亮机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好哇，花老师这边还有个飞轮，再躲死角还扭，我真厉害呀，这把幻鹤给力啊！